觉得美的话，再来一点掌声好吗？真的，我觉得哦，真的，人家说这结了婚的女人哦，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真的好美哦。也是，我觉得可能是生活上的一些改变，让自己更加开心。那真心的开心、乐观，就是一个漂亮的原因吧。是，所以呢，其实你今天的光芒哦，就是非常的幸福，而且相当的优雅。不过刚才你有看到我们的 dancer 舞者，他们身上佩戴的就是我们的 Arte， 当然就是我们的 My Moment 系列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款式。听说他们戴的都是你最喜欢的一些款。对，我自己是蛮喜欢阿钱那个品牌，因为它的设计不只是可能一些一定是晚上晚装才可以穿的，其实平常我们在去逛街或者是上班的时候都可以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如果是可以选择一些真的适合自己的一些 accessories， 也是蛮能够将自己的个性表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刚刚看到也是不同颜色的系列，也是有不同的气质在里面吧。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抓准的就是这人生当中不同的 moments， 对不对？当然就是属于你的 moment， 属于大家的 moment。 女人每一个 moment 呢，其实有了我们的 Arte 的 My Moments 的搭配之后，真的就可以让你成为最独特的魅力散发出来。今天就是我觉得比较型格一点，我知道他今天那个走秀的那个就是黑色的，那我觉得很久没来台湾，那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型格一点，不要太过女人的那种，所以就选择那个黑色的长裙子，然后是搭配一个白钻，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优雅一点的感觉。像今天戴珠宝会比较不敢大笑啊什么的。就是尽量就是维持一个比较优雅的形象嘛。但是做访问就比较没有关系了，现在如果在台上走秀都不行。这样就是还有一款是你自己设计的，要不要讲？对，也是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月我在香港有五场音乐会，就是一个叫 Minor Classics， 在那个演出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唱不是在红馆上常唱的一些歌曲，而是一些可能是比较少唱的那个沧海遗珠，就是一些大家会喜欢。然后他们就为我那个演唱会特别设计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事物在舞台上，可能把它放大一点，不一定是在项链，而是可能是放在头上的那种，就是一个比较有那个独有的意思的，就是 my moment， 刚刚他们在最开心的一刻这样子。所以他就有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设计给我用的那个特别的元素。小孩子啊，我觉得因为我发现呢，我越去想呢就机会比较低，但是反而我就是看到在社会当中很多女生其实她都是一直在上班，一直在忙碌，然后有一天睡醒起来，老公我有了，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反而就是觉得我应该保持一个这样子的心态比较轻松，我相信我就应该很快就有了。因为比较紧张，那个情绪太过紧张，我相信机会率比较低一点。因为为什么我今天带小过来，然后明天因为在香港有机姐会，所以应该明天早上一大早就需要离开了，所以时间比较赶忙，所以那种很着急的心情比较难去，你知道，比较难去就是配合吧。就是来台湾其实待得很短，可是老公还是陪着，是两个现在就是还是这样如胶似漆，对不对？最重要是因为今天是他的客户，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有处理他们的一些 marketing 上的一些工作，所以今天他特别就过来，就是跟 marketing 的同事在顺便去开会这样子。